这就是铭文的财富密码，大概讲一讲，奥迪龙一啊，不说了，在 OK、币安、Uniswap 都能交易啊，Gate 什么的，这个是 Atom 啊，阿童木现在没有上交易所啊，所以说只有在这个 Atomic Market 上面才能买啊。然后，这个 RET 用户数量多，这个 SET 这个地址数多啊，它有一定是 Uniswap 的 Gas 有一定的 utility 功能，还有一些秘密文化的啊，这种社区币啊，还有这个 Layer 2的啊，包括 Rope 这些，剩下的就是各个这个链上的龙头啊。这个龙头龙一龙二龙三你都可以玩，然后这是 L2 的啊，L2 呢你就盯这个老徐徐明星这两天推的这个Tik，基本上给你们来个大概看一下啊，这张纸价值1亿，熬了好几天来香港学到的，留给你纪念，发给各位啊，发财靠不靠发财？自己凭运气吧，啊，这是暂时的头部，可能后面还会有别的头部吧，啊，祝各位这个在铭文赛道上多赚钱，啊，反正给你们看的肯定是我已经买完了，好，拜拜。